Ben Kenobi? Boy, am I glad to see you. The Jemlin wastes are not to be traveled lightly. Tell me, young Luke, what brings you out this far? This little droid. I think he's searching for his former master, but I've never seen such devotion in a droid before. He claims to be the property of an Obi-Wan Kenobi. Is he a relative of yours? Do you know who he's talking about? Obi-Wan Kenobi. Obi-Wan.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小文。然后，对，我被刀片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早上的时候，我打开 YouTube， 然后发现，哎，有一部影片的标题内容跟我很像，然后我就去看，我就发现，哇，哎，这部是我的影片哎。那现在我非常的无奈。那当然，我在第一时间有在下面底下留言，跟他说这不是我的影片，然后我也按了一个不喜欢，对，有点冲动，我现在觉得有点冲动。我刚刚说你这是在盗片，然后他把这部影片，他把这个留言给删了，对。那这可以这件事情证明了一点，就是我红了。好，开玩笑，应该怎么证明？这可以说是。我好处想，就是他觉得我画得不错，对吧？那其实我有点无奈，他某些方面算证明了我的画画能力，代表说他证明我的画画能力还不错。就想我这边画刚开始画画到现在，对吧？那另一方面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画的东西，这是我画的素描。如果你是一个学过画画的人，或是学过就是创作类型的艺术类的，你学过音乐、艺术、油画啊那些的，你就会知道，就当你创作一个东西，你会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别人夸奖你，你会很开心。别人因为别人认可你的作品嘛，但哇，我们他，但是同时当别人直接拿走你的作品。好，并且打上自省这两个字，就代表他自己就是变态的东西了。他没有通知你，对，他不是分享，他还上了自己的标题。据我所知啊，他好像把影片删掉，那我也当然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他把影片删掉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想对那个盗我影片的人说，就是其实你应该也是蛮喜欢星际大战的吧。大家都是星战粉啊，你其实可以直接通过，你是可以直接到我影片底下留言，我可以拿出影片用。不然，我今天搞不好，如果我今天 YouTube 没推荐给我这部影片，我根本会不知道你拍过这部影片。虽然我看到你拍这部影片的时候，你已经上传九个小时了，对。其实我也很感谢下面留言的人，告诉他们说这部影片是我的。而且我有放了原本的我影片的连结，那他最后选择删除这部影片，那我觉得也是件好事，他也删除了，我也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这件事也这样结束了，那我只是希望以后拜托不要再去，拜托不要有人再来做这种事情。虽然我是还没想通，我一个100多人的订阅的人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毕竟对方也是好歹也是有个3000多人的频道内容嘛，对吧？那。那今天把这部影片删了呢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就这件事也差不多解决了啦，对，我也感谢那些在影片底下帮我跟他讲说，哎，这部影片是我跟他讲说这部影片是我的那些人，你们的留言都成为我影片的呈堂供证了。那他把影片删了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去追究，对，大家都是亲政府，对吧？你跟我说一声亲，你没必要直接在前面把一个4分钟的影片剪成8分钟的，对，我这样这部影片开头我还要在那边快转，那我希望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